iPhone 8 Plus 夜景样张与三星 S8 加对比评测。昨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iPhone 8 Plus 和三星 S8 加的白天拍摄样张对比，不少同学建议我们拿三星 Note 8和 iPhone 8 Plus 进行对比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会在后面陆续推出 iPhone 8 Plus 和三星 Note 8拍照方面的对比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iPhone 8 Plus 和三星 S8 加的夜景方面的对比，以及 iPhone 8 Plus 人像拍照方面的体验。下面就是 iPhone 8 Plus 人像模式的体验。根据官网显示， iPhone 8和 iPhone 8 Plus 目前的人像光效还是处于测试阶段，还是有不少 bug 的。